好哦，现在这十位进阶班的同学呢，
演出啊，这是连结的，这个每边都五对连结哈、啊，哎，过三栋哦，来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非常精彩。骑独轮车呢，除了可以保持身体的这个平衡啊，大家知道哈、啊，身体的平衡对小朋友大脑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哈、啊。那从小呢，我们如果能够训练孩子们的平衡感啊，还有他的这个身手的这个矫捷哈、啊，相信对他未来的发展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很深大的影响。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我们花式表演，总共有六位同学。那当中呢，我们新义国小杨淑涵、杨晴涵、林静怡、赵庭轩、林翠怡，还有我们特别来宾，我们民和国小的林子睿同学也来为我们支援演出哦。来，大家给他们掌声欢迎，谢谢。这些花式表演啊，代表这六位同学这个练习时间比其他同学都要久一点啊。他们是从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来练习独轮车了，经过三年的辛苦练习，才能够有今天这样子的成果展现。好，他们现在在场中呢，哎，表演的是这个绕圈啊，还急速回转啊，非常的厉害。他们曾经参加过屏东县主委杯、屏东县运、高雄市树专杯、全国教育杯等多项比赛，屡创佳绩。2016年屏东县运更荣获国小组花式竞技第一名，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好，这群女将真的是非常厉害。那独轮车呢，在我们台湾算是一项新兴的运动哈、哦。那目前我们屏东呢，最大的一团就在这里啊，就在我们信义国小了。那这是我们信义国小的福气哈、哦。那每个小朋友呢，都有机会来可以参加我们独轮车的社团的一个演出哇、哦。来，现在大家看到啊、哦，有这个同学呢是。双脚踩在这个轮子上面，并没有踩踏板的啊、哦，由前面两位同学带领啊、哦，这三位的默契要非常的好啊、哦。我们林翠怡同学现在才一年级而已哦，非常的厉害哦。我们台湾算是新兴的运动，不过在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已经推行了20多年了，并且呢，日本更将独轮车列为国小的正式体育课程。那学习独轮车的好处非常的多，在邻近的香港、大陆也都纷纷在发展这项独轮车的运动。明年呢，8月会在南韩举办。世界杯独轮车大赛哦，那相信呢，这些同学呢，如果明年去参赛，肯定是为国争光啊！哈，能够拿回金牌，大家说对不对？哇，真是太厉害了！哇，现在六位同学呢，全部都连成一团啊、哦！那前后面两位同学呢是没有踩踏板的，要依靠前面呢四位同学的带领啊、哦。那他们六个人的这个默契要非常非常之好。好，你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骑独轮车的时候呢，啊，脊椎跟这个上身是挺得非常直的啊、哦。那个对我们身体的发展很重要啊、哦。我们脊椎真的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小朋友从小不要养成他驼背的这个习惯哈、哦，那让他可以一边运动锻炼身体，还可以让大脑获得非常良好的一个发展，这也是我们信义国小一项非常重视体能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校本精神。
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独轮车社团表演的小朋友，现在通通进场了，请大家再次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非常精彩的演出，也谢谢我们高元春高教练的指导独轮车的演出。之后呢，哎，大家都知道新一国小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而且有名的一个团体，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竞技体操啦。那这个竞技体操呢，屏东县立体操馆呢是设立在我们新一国小里面哈，所以当然对新一的小朋友有独天这个德厚的一个课程哈。那我们从一年级开始，每一班的小朋友每一个礼拜都有一节课的体操课哈，是非常难得，是别的学校没有办法做到的哈，那也是我们的福气啦哈。好，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体操队的演出，翻滚吧女孩，请大家掌声欢迎。
表演非常的精彩哦，已经成为各大校园还有团体呢邀约的一个对象。哇，刚刚这个大姐的动作都非常的厉害，哇，前端在加空翻啊，现在连续的后翻哦，真的很厉害哦。同学是我们的低年级的小朋友哈，他们的动作也是非常的这个漂亮哈。来，后面弹翻床上面的呢，这个展现的是另外一项竞技哈，就是我们弹翻床的特技。这个也是我们当然我们这个弹翻床的项目也是我们亚奥运的项目哈。那这些小朋友从小也是练习哈，这个非常的厉害。期待呢，将来呢能够在奥运的这个场上看见你们的身影。真的是太厉害了！谢谢我们体操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翻滚吧女孩，再次感谢体操队教练，我们邱逸婷教练，还有我们纪昭文纪教练。在看完非常精彩的体操队的演出之后呢，我们在他们的舞蹈技能还有专业的知识上面都非常的充足，到达一个即将要成熟的一个地步啊。那大家看到他们脸上带着的微笑啊，就知道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舞蹈这一项运动。本校舞蹈班已经成立10年以上，有严谨的课程规划，也受到我们县政府还有教育部的一个监督之下，因此学生的课业、舞蹈能力还有学习态度、做人处事、应对进退都获得师长、家长们以及社会的好评。我们针对舞蹈班的规划呢，我们中年级的部分是不对外参加演出，那由在校内呢认真的这个前修啊来休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宣誓代表请出列。这里的运动会歌。
我们前面的小朋友一起做运动啊，哈，来做好热身运动。这个甩肩很重要哦，甩得漂亮呢就是甩肩，甩得不好看呢也是甩肩啊，哈。好，大家呢，哎，来后面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家长，还有我们的来宾，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啊，都可以一起来动一动，让身体哈活动起来，来做一个非常好的热身活动，来为今天的校庆经典下的运动项目做一个非常好的暖身运动哦。哎，我们台上我看到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会长以及副会长，哎，我们黄老师、林老师啊，都做得非常好，大家不要输他们啊。好，左右左右边角。哎，各位老师，我们小朋友都在跳了，老师没有跳，这样子太不够意思了。哎，小朋友，叫你们老师一起跳哦。人家我们那个黄议员夫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黄校长也都跟着跳，哎，范阳硕老师也在后面跳啊，大家加油，不要输他们啊。还有我们雪明珠主任也在跳了，大家加油。哇哦，你们看到这个吗？好，摆一个非常漂亮的 pose。动动动，哎，来回复原本的动作，预备。哎，一边甩一边转圈圈啊，哎，动脚了，换动脚了。哎，杨文婷跳得很好哦，加油。开始来，好，开始转圈，振玉不要害羞，杨晨曦，我要看到你的手。好的，谢谢大家。一次不过瘾，对不对？我们再来一次。欢迎各位家长、各位老师跟我们一起，小朋友进行暖身操。来，跳得比你们都好哦。哎，我们王明贤特别注意，来，不要站在那里，我知道你可以，来一起啊。哇哦，你看到这里站。Pose 好，画圈圈，预备啊，来走下去。哇，我们一二年级的小朋友甩得很可爱耶。舞台这边的跑道，还有四年级的
人人在跑。那麻烦四年一班都能快一点出现。在那边，我去那边，我帮去那边，因为他跑过去啊。哎，我们要去。有啊。赶快就位。
总共是25个还是24个？来准备了，来准备了，各班老师，全部25啊。来，全部25人了，自己重复算好哦。演谁要重复，要穿号码一，最后一个要穿号码一。
六年级的可以到人人赛跑的场地去啊，六年级的可以带到人人赛跑的场地啊。啊，因为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到要跟公主的跟台组的这些一起加油加油。哇，滚大姐好可爱啊，小朋友。恭喜啊，恭喜各位！谢谢你们。